他给咱介绍的都是咱们各个村的首富，你知道吗？光做橱柜跟衣柜啊，现在就花了好几百万，咱们能跟他比吗？没法做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现在都已经5点半了，我公婆带田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下午带我们田去看门去了，不得我们田总发话说能买了 ，OK 了，我爸就会下手了。看看看看，这都已经快6点了，而且哦，这雨已经越下越大了，他们还不回来。你着急干嘛去啊？你这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。这女儿不是儿，这天都快黑了还不回来。你说这娃1岁吧，你是这个心情能理解，现在3岁了你还是这样子。照你这下去，甜甜估计长大以后变成什么大龄剩女啊，这放心不下那放心不下。没有放心不下，那只是稍微有点想念而已。乔乔这人是上面穿长袖下面穿短袖，你就不冷吗？不冷，只有长裤我没穿而已。你看急的呀，田总，你又想我了，想我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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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抱住我，抱住我。田总，你去消费的咋样了？花钱了没有？没花钱。你跟鸡毛一样，我的妈呀！还一堆菜，跟老爹没见过，一堆菜。听够了没有？穿这不冷吗？对呀、啊，下了雨了，我抱着甜甜，我赶快给他。别那么冷，我都跑上跑下几趟了。这他娘不知道等多久，就等这家伙回来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嗲嗲的，我听了受不了。你们电动去看什么？我们昨天去看了那个不锈钢的橱柜嘛。嗯。确实很好，但是咱消费不起。很贵吗？那很贵啊。那个底柜他说是2800，然后吊柜价是1800，然后这样一米算起来将近5000块钱，是吧？那你做一个厨房不得好几万？厨房咱不是还要做个切菜台嘛，是吧？我跟你们算一下，10万，不是咱能消费，确实不错呢。很漂亮，真的，那价格太高了。没，我是没看过不锈钢的啦。那他做工确实切的相当好。衣柜我们也顺便去看了一下，嗯。也是不错，一平方下来，现在开价是要1800多，哇，但是还可以打折，打完折多少？看咱们要是多一点，应该是1000出头吧？那是不是直接打骨折嘛？骨折也比咱们那天看的高，可是人家都是品牌的，哦，跟那小厂子哦，真的蛮划算，人家做工确实好。那是啊，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看看，看你们喜欢哪种类型的柜子，然后回头叫他过来设计一下，给咱出个效果图，这是最主要的，效果图出来。咱才感觉花的东西物有所值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是我那个房间。没设计的话，到时候就怕凭印象去装修会变成四不像。那个青色风格哦，我跟你妈过去真的看不上。它青色啊，它边边啊，那个门框哦，基本上都有带有金条嘛，是金色那压条嘛。嗯，它金色好土哦。不，它有金色压条啊。而且它那个造价啊，它一平方贵2块钱。其实那个现在剪裂缝的哦，价格还更便宜，应该不用1800，那个还比较便宜。而且简单还好。是啊，好吃吗？他估计也饿了，我看他吃的很香啊。是啊，给叫你妈咱们吃。那个好的不锈钢橱柜哦，他给我们介绍说啊，你们村里边或者隔壁村的某某人某人做的啊，他给咱介绍的都是咱们各个村的首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盖的房子都是几千万、上亿的，咱们能跟他比吗？没法做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啊，光做橱柜跟衣柜啊，现在就花了好几百万。太吓人！人家有钱，人家不在乎那点钱。来花花屋了。你们主卧那个衣柜哦，1算3万块钱，肯定下不来的。嗯，对。还是不搞了。多嘛。咱盖个新房啊，已经花那么多时间、那么多精力了，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好一点。多花点钱没关系，再说印花针不是一直是你的心愿吗？是啊。现在不装的话，估计以后也不会。那有可能。你们去看，真的很漂亮。他都不回来。好，没有短袖，可以，就是这么多件，然后那个彩色短袖，热一点的话这个，然后凉的话你就这个，这挺好看的呀，快快可，看，你本来就是看，不用问我，看你穿的舒服就舒服，舒服是吧？舒服的，我奶奶花花挺舒服的，哇，你先看这个看的怎么样？椒盐鸡翅，就是从我嫂子那边学过来的。是吗？那你亲还学个几道菜呀、啊？不是我嫂子，她小妹子。是吗？她小妹也这么能干了、哦。
人家都说了，潮汕女人可贤惠了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是的，那咱们福建的女人就差吗？像我老妈，不用进厨房，还不去健身房，她就是这么来的。是这个来的。晚上再做一个嫂子那边带来的肉饼。今晚上我跟我婆婆来做饭，来一个就是什么芹菜汤，然后我公公再给甜甜洗澡，换一下口味，你们才吃的不腻。他做这个弄得好吃，回家锅了嘛？我又不是大厨，我能做饭，好吃就行。来喽！哎呀，来了，肉饼在这下面。啊，谢谢。这个童话无牵挂，别再害怕。奶奶，你下来没？奶奶把衣服洗了。不用，我会掉下去的哦。